之前的皮肤呢就是非常的暗淡，没有光泽，所以如果不化妆的话呢，我对自己的素颜呢就非常的没有自信。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呢，我会选 T3 的嫩白液和 T4 的美肤霜。你用了一个月左右呢，你会感觉你的这个皮肤就像是自带光圈，就是那种很健康的细腻的光泽。西之蜜素颜美肌，焕亮真我。